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18集的节目。有会员频道的观众叮咛我是不是应该更新一下08动画片的玩具了啊。是的，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就挑这款 Blazewing 闪电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也是当初呢老肖呢所赠送给我的那一批玩具中的其中一款，但这个呢并不是他录影片的那一个，因为他录影片的那个玩具呢是有上墨线，有做一个补色的，而这一款的话呢则是没有任何的涂装。那么闪电的话呢，作为一个三变形态的战士，在橘罐里头就是这个样子，在08动画片里头呢它一样是有一个三变的一个形态。那么眼前的这个机器人的状态呢，应该是三个形象里头呢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款。它是一款 Voyage Class， 那比现在的 V 级玩具呢要大上很多，分量也非常的巨大，身上空洞呢也是有一些的啊。这个大腿小腿的内侧有一个巨大的窟窿，这是变形的时候呢要收纳大腿用的啊。然后呢手臂的后方啊什么的话呢就非常的完整，倒角处理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呢作为08动画的玩具呢，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的一个二头肌还有大腿这个地方外表那时候都是有关节的。08动画的玩具呢可动呢其实并没有很好，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转动到这些跟这些位置的。那么拳头的话呢是一个掌形，那只能往内动，那没有办法转动啊。以及呢它的一个腰身的话呢也是卡死不能动，还有一个没有接地啊，这些都是13年前的玩具呢，这些都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宿命啊。那么它的话呢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有几处的一个小白痕，这个都是我把玩的时候发生一些小意外啊。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待会变形的时候我给各位特别做一个解说。然后它的配件的话呢是两枚这个子弹啊，或者你要说它是火焰特效也可以。那非常可惜，在人形状态下呢，除非你把背包呢给反过来，除非你要特别把它做成飞行飞背包吧，不然的话呢其实它就是非常的奇怪。那你可以勉强把它放在后面做成一个飞行背包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蛮蠢的了啊。然后这个炮的话呢是可以转下来的啊，这个变形过程中有时候甚至还会去掉下来，那么各位理解了解就可以了啊。那么它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的一个变脸的一个机构，它的后面的话呢是有一个齿轮状的一个关节，但是呢其实没那么好转，因为它这个帽子是软的，有时候你推的时候呢会去互相干涉啊，所以我们也就不要那么斯文啦，暴力一点呢直接的话呢对它的脸部呢做一个转动啊也是可以的，直接转动也是可以的。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稍微简单的展示一下它的一个三张面孔啊，这是个红脸又红墨镜的家伙啊，看上去非常暴力的一个感觉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他默认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脸，看起来是一个冷静残酷的一个人物啊，就好像戴着一个单边的眼镜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所谓的狂战士形态吧啊，这一看就知道是初号机暴走的一个气质。那哪一个脸喜欢，这个端看你个人。人物的话呢站立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往后倒，因为他的一个脚底板其实并不大，而且这个鞋尖的话呢相对因为这好像稍微偏前了啊，也不是说偏前了，主要是它后面有一些重量所造成的。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那刚刚已经提过了，人形的话呢是它最好看的一个状态啊，那么可见的话呢其他的两个形态呢不会太好看啊，甚至飞机的形态呢是有点牵强的。那我们就先变成飞机啊，斜肩放过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的话呢给做一个解开。背包的话呢，那解开的时候呢，我的建议是呢背包往上提，身体往下搓，是这样子错位的一个情况啊，来打开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卡扣的一个损伤会比较小了啊。那把这个地方先解开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头部的一个变形，头部呢翻转180度到这里，然后呢往上翻出来，待会是收到这里啊。然后呢这个飞机这个头部啊这里要抠出来啊，以我的这个手指的话呢这个指尖的话呢啊是真的是做不到的啊，每次呢掰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一定要使用这个道具啊，我实在是抠不出来啊，抠不出来。那你先记得到这边就可以，我们先把手部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好了。它的手部是这样子啊，你的手的话呢它这里手后面这里是有一个双动关节，这个双动关节你是往后搓上去，然后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凸跟凹，对应边也是有的，然后这里有两个凸转到同一个方向啊，同一个方向。先把这个飞机头给转过来，然后这个都先推开，这个地方就利用这个关节把它给往上面推进来到这，然后你就会发现
这里有两个结合的卡扣，下面也有个结合的卡扣，这边也就是一样了啊。你就是记得这样子，把这个双动关节往上搓，然后呢，结合的卡扣都集中到同一边，对齐之后，从这个关节把它给翻上来。不管是坦克啊还是飞机啊，都是这个形象去做一个结合的。然后你就会发现呢，是一个非常猥琐的两手摸在屁股上面的变形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就是把上面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，以及呢两手在内部的话呢，也是要做一个结合的。那这个还公差算得很好啊，盲变这样一捏基本上都能够捏住的啊。然后真的那个两个手啊放在屁股上啊，就非常猥琐的一个变形了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脚的话往前面推到这。那么这里是要提一下了啊，其实它那个脚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不是有个凸吗？它内应对应边这里面是有一个凹的，其实它是要扣进去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尽量把它给扣进去，尽量把它给扣进去。再来的话呢，在变形飞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请你记得这个背包的部分，我们是怎么处理呢？先把这个部分呢给翻折过来，然后呢翻转180度啊。如果你没有翻转180度的话呢，这两个圆形的凸它会扣不进这个，会扣不进这个凹槽啊，因为它的位置在槽这里，你要把它转上来之后，你再翻下来，它的这个位置才足够能够放到这里头来啊。这个地方就要记得注意一下，就这样子。那这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了。但是呢如果你当年有看过老肖的这个节目的话呢，他就是一直抱怨说这个地方卡扣其实是卡的不是很紧，但是我感觉还行吧，还行还行，就把它给扣进去。又对不到位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扣进去了。然后的话呢，上方这里就把它捏紧一下，到这边。最后的话就整理一下上方的这个尾翼，垂直尾翼跟水平尾翼到这边，到这里，记得把它给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记得把它给扣进去。好的，然后它的一个飞机的形态呢，就算 OK 了啊。那这个翅膀的话呢，你要张到多开，这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，以及这个飞机头啊，我的感觉吧，我的机头还挺得住了啊，但是有些人好像下垂比较厉害，这个看你平常有没有在。就是有没有在保养这个玩具了啊，有没有保养玩具了。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底盘，而且是履带就在下面啊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及格的战斗机的一个形态。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说成是一个外星载具的话呢，那我也没有话说啊，我也没有话说啊。这个飞机就是这样子，不是那么样的重要。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把它变形成它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。坦克的话呢，我们先把飞机的这个头部的话呢，这里让折进去，然后这里稍微捏住，不要让它往下跑，先把它的这个飞机的头给收起来。再来呢，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上挑起来，往上挑起来，挑起来之后啊，把这个灰白色的部件呢是要翻出来外侧，这样子翻出来外侧，这里也是一样翻出来外侧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把它给这个地方给扣进去。那扣进去的时候啊，扣是很好扣，拔出来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就是把握一个原则吧，把这个部件往下推，这个地方往上拉，这样错位错开来可能比较安全啊。这个我当时变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就不是变得不是很好。那你轻轻的去按一下就好，不用死压进去，我觉得是不用了，不用了啊。再来的话，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小变形，这个地方收进去就可以了，前面盖板给打开，这里给放进来。好，那么脚的话原则上是不用动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两片部件呢怎么做呢？它呢这两片部件呢跟这个下半身是没有办法扣在一起的，它靠的是呢这个地方往下折一个角度，然后我们把它推进来啊，到这边它是靠着这个斜斜这个角度啊，去把它给硬塞在硬卡在坦克车的前面，或者说坦克车的中央，这样你可以再把它集中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它肯定就是要往下折一个角度，然后去用这两片去把它给稍微去固定在坦克的一个上方，然后这个部件再把它往下压，你可以稍微的再把它放在桌上再调整一下，把它调整的一个平整一点点。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两侧炮的话往中间集中，那这个炮的话把它往中间啊，这个上方是有一个凸，是发射子弹的，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尾翼的感觉，就放上来，然后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象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它的这个炮弹啊，就完成了。那
好像博火的一个状态。作为一个坦克的话，这地方收进去，那作为一个坦克的话，上面的这个炮台是可以动的，所以就只能说可爱也是有了啊，那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稳定度了，没有说那么样的松垮，好过战斗机了啊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08动画片的一个闪电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分享，那利用这一点点时间呢，跟各位来做它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感受吧。我觉得坦克还是蛮赞的啊，还蛮有分量的，挺重的啊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